拜六就是上关米各地头拢有家歌顶加食鱼仔的活动。伫中华花坛的文德宫有全台湾唯一的鱼灯牌，这灯牌制作嘛是活动的重点。在地的白沙国小是逐冬拢有来参加这个创意灯牌的制作，让学生会当认识在地的特殊文化。远远看，亲像一只船仔，顶面有一只龙，下底用瓜顶做成。这是学校师生用创意做出来灯牌。中华花坛文德宫有全台湾唯一的元宵节夜灯牌活动，在地的白沙国小，逐年拢会参加创意灯牌的比赛。全校师生总动员，夜灯牌去福德宫向福德老爷行礼。我感觉最热闹的，因为夜灯牌是阮花坛遮特别的活动。自细汉甲爸爸做伙出去啊。就大概元宵节，拢会带爸爸出去甲别人赢灯牌。囡仔会知影灯牌的制作过程，甲参加咱民俗的活动，对咱地方的感情吼，有凝聚力会真强。文体宫就定一座一座的灯牌，大家拼创意，同齐参与地方的传统祭典。今年的赢灯牌活动，为旧历正月十三开始，连续三天由第二炉主甲头家轮流伫庄内料敬祈福。每年的正月二十会伫文德宫去拜拜，三庄落去轮啦。阮这边三个村就是中沙、白沙甲文德村，路主行十五，啊头两个头家啊行十三甲十四安尼。白沙区文德宫夜灯牌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，在2008年登录做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。最近这几冬，庙方毛举办摇白彩、创意灯牌比赛等等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这项传统文化继续传承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